谢谢各位，欢迎各位来到铁花村，我是罗汉松。刚刚演出的是乌头翁，我是号称他师父的罗汉松。那今晚第一次是他演出，他过来找我说他要学吉他，我其实是蛮惊讶的，因为我加加减减会弹一点点。谢谢师傅，谢谢老师。那我就跟他说，好，既然我们是为了四月的时候我们要一起演出做准备，我想说既然我们练到一个阶段呢，就要来挑战。我们可能会在后面的开放空间有一个市集，是我们荒野保护协会的，所以我们来自一个神秘组织，我们都有秘密的代号，分别代表一个自然的东西。那底下有非常多我们的伙伴，所以各种花草鸟兽应有尽有，所以说这是我们秘密代号的由来。我是罗汉松，他叫乌头翁，因为他是台东鸟会的，还是总干事吗？还是总干事哦。欢迎各位有空在台东多多赏鸟。乌头翁是台湾东部特有的鸟类，那罗汉松是一种长得很慢又长不高的树，所以我觉得跟我非常的符合，所以我就叫做罗汉松。那他的押韵纯粹是巧合，没有任何的关系。你刚刚说，那既然要挑战，就来挑战台东 Live House 的最高殿堂，那就是铁花村。这是我第三次来，我非常感谢铁花村提供这个空间，让我们可以表演。我唯一的抱怨就是志伟哥哥的演出太专业了一点，每次听他玩，我都觉得我要死掉了。首先为各位带来第一首是献给，他说一定要献给一个人，但是我的家人都出国了，剩我一个人，所以我才能来这边，我家住鹿野。我为各位带来一首歌献给乌头翁，这首歌是叫做《偶机上好搭啦》，是非常新的一首歌。它是在柯文哲市长完成一日北高之后，有一个独立乐团叫张三李四写给柯文哲市长的歌。那我想先唱完这首歌再来为各位讲。新华新华天海你这北吧，心袂老，人已经变老，家己的臭味都家己来放，袂当流开。同讲的男子汉，伊心中有几个知己，做阵冲，做阵拼，莫死，莫再加苦涩。做一杯兄弟，想当初青春的美梦，乌鸡桑，乌达拉，乌鸡桑，唱歌啦，过去的漂泊犹原在，今仔日咱做回头阵，哦。Oh,
你说 这首歌有点用意，因为其实我前两，我这是第三次来到这边，前两次来的经验就是非常非常的悲惨，跟吴德宏今天的表现绝对是不可同日而语。我第一次来的时候，这一插没有声音，你知道吗？我的吉他过来玩，我一插没有声音，我傻眼 ，PA 老师也傻眼。我想说，后来发现电池没有电，然后我这是很高刚的那种 pickup， 它电池在这里面的，就不是在 Vinky 拆的，我就傻眼，然后帮我弄了一个电容麦来收。所以我整个已经就抖到不行，然后第二次来也是一样，就很惨，我不知道我在惨什么。所以我在想说，如果说一个偶机上有梦想，我们应该也要以专业来看待，就是说，并不是说一个人怀抱梦想来到这边，我们就应该给他掌声鼓励。如果唱得不好的话，应该是要丢个东西的，让这些偶机上知道，不是说骑骑车，对，你要像人家一日北高嘛，吼，对不对？感觉就很赞啊。那接下来要。感谢铁花村提供我们这样一个空间，所以我要带来的是，哎，对，但其实有个好处，就是年少的时候自己喜欢唱什么歌，现在随便唱没有关系。我带来的是我很丑，可是我很温柔。那当然这首歌都知道，大家知道是赵传的歌，是我年轻时候的偶像。这首歌的歌词的意义并不在于我很丑，可是我很温柔。其实他的歌词写得非常非常好，是有一位女诗人所写的。他写的就是很多音乐人晚上做着音乐的工作，可是白天。却有着另外一张脸，那他到晚上才能够做真正的自己，所以他很丑，可是他很温柔，他有音乐跟啤酒，所以我觉得我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。台东的音乐人大部分都是这样子，那还好我是一个业余的，就是我只要礼拜三来这边签个名，他赏我一杯饮料，我唱唱歌，所以感谢铁花村，哦耶。一首非常善于的
好，谢谢。造出来的歌真的不要随便乱唱，而且还是创作俱佳，又不是，这不是。This is not my daughter. It's a daughter of my friends of Wu Tou Wong. Thanks a lot. 非常感谢。不过我实在太喜欢这首歌，我在家都夹两格呢，高一个半音，然后卡拉 OK 按一个这样。